离婚几难没啊？离婚几难没啊？当下伊就去找伊的一个会友，伊的会友是一个心理学家、心理医生啊，心理医生啊，对啦。伊就甲伊的一个会友就讲，几难离婚了，你可能要吃啥？伊老哥就甲讲物件，要咩食药？输咩食药诶？要咩食药离婚诶？有哪简单呢？你忠心也未公道啊！但但咩被困之前啊，被困之前啊，你读你的公道啊，你讲真啊，他那是官，我给你困的，有没有困？有可能的，可能的，好少会知的，因为但但公道就只公道，那是官我就困的啊。你把我写的，我都不知道，我想做了，我想做了，来，再来看。听之外，三我等嘅道就出来讲，后面物件成功需要定钱，是不是？所以我唔通惊，系你得罪得人系人，咱唔问惊，系你批评得人系人，咱咪唔通逃避，系你勤快代志，系你浪装嚟定钱啦，浪装是帮助咱更加坚进步，是不是？第二话就讲，咱嘅成功需要机会，是咪？机会有得边来，边要。机会是给吹的，机会是给你来的，机会就是上帝给来的。你吹到上帝，你就吹到机会啊！感谢主啊 ！OK， 第三，圣经教导咱物件，成功需要咩？第一个需要祝福，祝福。成功需要祝福，来，我把你摆起来，上面祝福了。感谢主啊！来，看你圣经记第三十条。第九节到个十一节，圣经记 Deuteronomy chapter 30 verse 9 to 11。圣经记第三条第九节到个十一节，来，我给你听。来，圣经记第三条第九到第十一节，接着讲。你若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坚守这个律法上所写一切诫命，又搁尽心尽诚归向耶和华你上帝，伊就要予你手所办的一切代志，并且你身躯所生的，这个禽兽所落的，地所出产的，拢有剩，因为耶和华定着大天平喜悦你。接受你，降福给你，大家的古早，就像个古早欢喜，你会越做来看。第一集，我今日所犯有两个改变，唔通唔是行好行，也唔是离你人真正无缘，咁样好几多。假使我感谢你，我做你生命，我叫佮你生命祝福下你姊妹，从今开始目睭擘开，把人知影安怎到你内面。看到你会欢喜，然后我相信这样物件，等我摕到你心意的人家，当然你就要大大祝福人，这是个英文，因为你是祝福的神，你是爱人的神，你是美好人坎坷的神，我人感谢你，耶稣，感谢你听我祈祷，你祝福人之外，可能耳朵开，心灵开，生命家都安同甘，可能明白位置，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感谢主。圣经在讲物件，当你遵行上帝话，坚守上帝话，了之后，你一切所办的代志拢会顺利啦。所办的代志顺利，是不是讲？是哦。然后咧，你这个禽兽所落的，有在人饲有饲猫啦，对不对？啊，伊来捕落多猫啊，猪只咧代表伊人的产业猪只。那人家即话先讲话，经修尽假上帝话了是啊，伊讲你三业的阶梯，三业阶梯是成功啊，成功啊，咁就做啊。然后去地所出产的，地什么所在？地是贪家的所在，做工的所在，成立的所在，生活的所在，贪利的所在，阿咩咯？等到经修尽假上帝话了是啊，你地所出产的，隆重的旺旺，有春，这是不是成功？是啊，咁就做。嗱，兄弟们，圣经里面各就日经修尽行上帝话，圣经讲乜嘢？其实圣经讲内涵嘅嘢，
咱就要做嘅。耶稣将律法啊变做挪条，真一借条律法变做挪条。头一个就是大家讲爱神，第二就是爱人，阿门。所以你蒙福，你在内面随住这两样嘢，你就蒙福啦，你就成功啦，唔呀？你就系点啊？所以头先我哋有咩学咧？先讲讲安怎何，系啊，先问大家讲何时？唔是何时啊？是何上帝啊？佢就何上帝？系啊，先问。咱讲到何上帝，咱先查，用边个何上帝咧？何上帝有几样物件啦？嗱，头一个何咱系人咯，咱系生命咯，是不是？咱系敬拜我咯，咱系时间，咱系力，咱系舒服，系咪？即系何人咯，是不是？第二就是何物咯，嗱，为咱何即系建筑物啦，是不是？为咱何车，为咱何圣徒啦，为咱建堂何堂啊，何门啦，或者咱建堂嘅东西啊，咯，就是何建堂啊。最好的地方，我来看地方，最好的这边，这边啦，河畔啦，第三咧就是河内啦，啊，红线、十分之啦，平常时红线啦，爱心红线啦，浪庄是河内啦，所以这三物件，河嗱，听我讲咧，唔是到底河冷、河不河内是偌济，偌济唔是多上帝目睭唔是最重要嘅啦，佢上帝唔欠侬啦。其实我们讲，一上帝无欠望的人，何以为之？因为咱何以咧是咱的 privilege， 对唔对？讲明啊，那人嘅荣幸咧，都上帝啊何者礼物啦，何者地后，何咱嘅纳吉抽象，还是地后？我问你啦，一接受你后啦，是你嘅荣幸咩？还是伊嘅荣幸？那接那是接受你拗啦，你是得地拗啦，那是超常啦，是你荣幸还是伊荣幸？我系荣幸嘛，伊又无接受你得地拗落落落十八摊咧，唔买基金买记录，伊是一个超常啦，你根本无办法话伊成功。但是啊，今日我见到了解我三那接一个地拗，伊竟然真欢喜接受我地拗，我讲真好面子啦，真看重啦。对不对？伊根本无需要这条，伊厝每一条比你较贵啊，是不是？对不？也是嘛。啊，你明白这物件啦？靠上帝啊，不是大滴大济大少。上帝大滴数目嘅内面咧，不是最重要嘅所在。你记得撒巴寡妇哦，剩淡薄嘅米粉，这淡薄又不单位，但是伊个阿舅可以，然后大大只好嘅。对其他的大的圣殿里面的一个查甫人，一个穷寡妇，定法利赛人，定迄位人，干了将伊累倒大滴红眼烧的点子啊，是不是？然后这个查甫人咧，干了拿一张钱，嘟放落去，耶稣讲咩嘢？耶稣讲，伊红眼是累加大，所以你看到啥物件啊？即块，你看到啥物件？这种不是上帝所会看到的。对，要紧的是啥物？大家讲，系你态度，大家讲态度，感谢主的态度。那咱看圣经讲了安何神，安何咱的上帝，讲了何神，伊会虾米物件？按照按照伊的心来何伊，加会体到伊的欢喜。等你听你话，你照学你话个老公啊，人哋知话，你大家都没有机会啊，大家都没有成功啊。因为你个老公啊，佢都尽惊要话咗先啊，你会生命会带来成功啊，你生意会带来成功，阿咩咯？所以人知话，特别怎样安怎何上帝，用虾米态度来何上帝，用虾米心态来何上帝，真重要，知唔知重要？难讲，后者。大家讲，那人等咱何上帝点声，咱成日停止做恶嘅代志，大家讲做恶嘅代志，那发生嘅啊？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到十七节，以赛亚书头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所以圣经讲，耶和华讲你所害嘅一点自己物，咁后面一处咧，公牛加一个小小机器咧。贵的禽兽的油啊，我已经够了。
牛肝、猫仔的血、甲猫肝的血，我无讲，我无输噶。然后女人来祭拜面，随甲吐出来，我原本是化水外圣殿吗？乱谈现咧牛肝的这里。胖的皮啊，胖的物件是我认同的。你这几个红袖子啦，并且咱的聚会也是我认的。做罪恶，我受了聚会，我本未存论的。所以咱的这个这几啊，我心内已经是真正厌恶，真认心啦，真正厌烦啦。我定当各局无赖啊，无真无爽啦。我夜手几多，我看目睭无看。就是有人坐坐祈祷，我也会听，因为我的手做咩，满了杀人的血。圣经讲，我来上面讲，有人未洗清洁，家己洁净，带住我的目睭来堵掉人恶行，停止作恶，去恶行善，追求公义，去救咧受救的，和故意来伸冤，和寡妇来变屈，为寡妇来啊！做主啊！这个才是上帝欢喜。那也之外，对基督，那何入声？上帝看淡咱的生命，那是不是一个公义的生命？想要作恶，真好；作恶，真好，不用。那基督徒无想到这边，外口的人无想到这边，外口的等你看你所有欢呼来者。来决定你这个人是正直，还是无正直，慈善、慈善，还是无慈善，是不是？对不对？我看到咧好济济人啊，可能后尾做成是恶道面啊，看到。但是对正人目睭咧，哇好啊好啊，我这大慈善家，大慈善家，上帝看无相哦，上帝看啦，伊毋是看你好人济哦。伊是看你心好无好哟，所以这段了声长时的时人，伊拢有好，伊拢是人恶，伊拢有累，伊拢火车坐，伊拢甚至有原在修条，修条这教堂啊，就是这圣殿所为这几物，外表看起来人敬拜主，但是内面作恶，所以上帝我无满意，上帝我满意。上帝讲我无输噶，上帝讲根本你在这边，你是看衰做垃圾来先嘅，伊咁讲哦。所以在这边咩人之外，对佢，其实上帝爱人可以嘅，就是存了一个公义嘅心，系可以。伊讲佢看淡咱一个人，智慧，咱可以话智。阿咩？阿咩啊？而家大家讲公义嘅心，平之作恶。第二件来看，那上帝爱咱，安怎可以？可以怎么变怎？第一讲来，好来好去，对不？和和气气就是好来好去嘛。啊，你看，咱看圣经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Matthew chapter five verse 23 and 24。啊，先讲未？先讲，所以你呐去这段献礼物，点啥？要献到上帝，点啥？要何上帝，点啥？何时的点啥？我想起，甲有甘的人变暗嘛，有甘的人甲你变暗嘛，你先放落你礼物，代替大的面头者，然后去甲你兄弟和好了，甲要对你献礼物，那下次嘛？正讲咩呀？正讲，若是讲要献上帝，上帝看重你，你甲兄弟姊妹的关系。一个人若是好上帝样子，但是甲人袂好势，上帝欢喜哦，无欢喜。所以上帝才注重在你教会内面好来好去，阿咩？所以心内面要记啥物件？每一个兄弟姊妹咪好，你咪好，因为这个和好的关系啊，会带来上帝接受你所予伊的一切，无论交甲你敬拜啦，你予伊金钱啦，
你开方言啊，你开一切啊，上帝看淡波来波去的观念。所以在教会内面，咱只重要强调啥物件？合一，彼此会三听。来教会内面，当然，你有会拄到有会无啱的兄弟姊妹。因为咱讲咧，济人嘅一个大家庭哦，然后每一人有每一人，每一人有想嘅所在。那兄弟姊妹，有只济无想嘅所在，所以互你感觉只坎坷，互你感觉真正有冲突，唔啱，是不是？但是为着主嘅缘故，你要做到一点，好来好去，大家讲来，好来好去，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所以做兄弟姊妹咧，你看到伊才讲。啊！伊较无想嘅人，是不是？较无讲一样硬，但是你家己会爱伊，你会用啥物爱来爱伊啊？大家讲耶稣嘅爱，耶稣嘅爱，啊，用耶稣嘅爱来爱伊嘛？安怎爱？我甲你讲，真简单嘅，真正真简单。我未爱你啦，是因为耶稣爱我，所以我决定爱你啦，明白？我的心内面，我未爱美娜，因为美娜得罪了我。但是我想想物件，耶稣爱我，我嘛得罪了上帝，是不是？所以我决定，我虽然未爱，我决定因为耶稣爱我，所以我决定要开始爱美娜。这就是用耶稣的爱来爱，不是用我家己的爱来爱。我家己感觉是我讲耶稣，但是因为是我的主来家的姊妹，耶稣爱，我们敬爱。啊，这就是好来好去。大家知嘛？在教会内面创作的物件，这个书啊，为咱家是不是有话叫的吗？我没有。你初期啊，甲字啊，生活几十年的时候教，有哦，那是教掉。关键是因为教掉咧，意思是讲啊，总是话叫的。但是真奇妙的，当你初期甲字话叫的点声？你去骂伊，手机讲手机唔对，所以买唔买买了伊，有无？有嘛，是不是？啊，无讲你字唔对，字通时我手机搞掉，你个浪手机上面咧，所以唔对，我买掉你字，所以刮掉伊，有无？未嘛，是不是？所以圣经里面讲，咱是一个圣父，耶稣的圣父，耶稣是头，咱是归圣父。所以上加你若是讲听归圣父听得了，是不是？那你加你若是？无啦，挂掉一个人，哎，无够水啦，了人无啦，你卖掉七条腰，白嘛，你怎样哩？过时，这类家哩，你安怎做咧？你去做诶好，你去保养，你去提浆，你去消毒，尽量做怎样哩好起来，是不是？教会就是安尼，一个姊妹来个刚刚教会点子啊，无讲一样好无，啊未改变个了，你应该做啥物？他的去，对不对？对不对？唔对，你跟他做咧，伊也好势，血也好势，阿姨帮助伊改变你，你教我一个抗战，你还能改变你，变成一个好的姊妹，好的兄弟啊！上帝讲的就是咩？耶稣讲咩？耶稣讲，等你安稳做的东西，去教你兄弟好来好去的东西。对你了，上帝的话语，你献一张纸，上帝的话语，你无论献哪边上帝，上帝的话语，阿妹啊，阿妹啊，来第三来看，那到底何上帝了啥？到底何上帝了啥？大家讲，唔通吹号。唔通吹口，第一个唔通一世界讲，啊，这真重要啊，这真重要。咱华圣人讲啊，耶稣讲清楚啊，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四节，你人要小心，唔通将好的代志啊，行到啲人的面前，人看到的所在，掉地叫人看到，那是安尼款，都别再要谈着你天白的。就好了，你消除了。所以侬河南的东西啊，唔通带人的面头前来吹号，只是几个 ，OK， 大家讲哦，
男人啊，啊不嘞，呀，像他的家婆为善人，嗰啲会等啊，加多啲家婆为疏钱啊，你看，到底要谈条人的恶路？我成日讲已经谈条啦，已经谈条啦，所以谈条我上面嗰边可以喎，无可以咯，是不是？要谈条而家，呢做上面件还债，一难无路而。你彈掉咯，上吊亦都可以咯。上吊講冇啦，已經彈掉啦。啊，你俾彈到上吊，係俄羅還是冷俄羅？上吊。你俾彈到上吊，俄羅冷俄羅？上吊。上吊俄羅還是冷俄羅？上吊。上吊俄羅冷俄羅？上吊。上吊俄羅冷俄羅？上吊。俾彈到上吊，上學還是冷中學？上吊。所以，嗱，之外，嗱，人愛彈到上吊中學咧，冷冷到。咪去何人债，哪能所做嘅？学上帝系报答人过嚟啊！正式嘅人讲，第三个第四集，你谂何音声唔能叫你多手，唔能叫多手，债呀嘅正手所做嘅，咁总之唔知啊。多手，咪学正手债，正手咪学多手债，安怎做啊？那这是个夸大词，你知道是夸大的话，就成个让人心不足，抓吞枪，很惨，抓吞枪，我抓吞枪，不可能的物件了嘛，这是夸大词，也算是讲到场面，哎呀，在，简单，蛮可能在，哎，来啦，这个来讲，叫人所做的代志啊，好的代志，暗中就是暗中做了。你的天白暗中看到了，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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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答路刚想出来，真是给人讲物件。你若是在暗中做物件，上帝就在暗中看到你的。你要讲的这边，耶稣跟你讲，上帝就都看到奇怪哦。你在暗中做，那个耶稣讲上帝看到。意思是讲，人到底对暗的所在做上帝，你话你话你明白错哦？你头尾个明明无人在全世界啊，唔在啊了啊！上帝在啊，上帝你看到啊？你话上帝心细哦，上帝心真正三十滴或者敏感嘛，所以免惊上帝无看到的。圣经就讲咧，咱的天白啊，看到，咱暗暗看不白的，已经在啊，你做咩啊？你就點啊？你知唔？因為怎樣做嘅，然後依人做報答路。所以你知唔？你記住物件，你嗱何時嘅物件唔難判，一期掂掂好，如掂如多期。你話講出來，你談掉啦。啊啦，我都何玩字啊？你知唔？我都計好了。好了，好了，好啊你喂，你何解水的物件，你解好了咯？了了了了了，了了，解了，无了无了无了，了了，红姐啊，这样，你何解大物件，我你解有心了咯？了了了了，啊圣经伊的意思在哪呢？伊意思在哪里讲？所以圣经耶稣跟他们讲好。上帝暗中来做，暗中来做，阿门。啊，来啦嘛，不差。诗篇第五十四篇第六节，主讲安作何神，安作何上帝啊？诗篇 Psalms chapter 54 verse 6。这个人讲，我要将甘心的祭献摇啊。我被称赞对名，分为美好。那些之外，圣经里面讲了哪物件？即秉公教大的王，伊安怎来献上帝？伊心怎做来？大家讲心甘甘心乐意，心乐意。这个是咱要学的。那些之外，对伊上帝看的不是偌济，偌大。上帝看的是你心是偌甘，
你记下姊妹，咱互相地有啥？要心甘情愿，甘心乐意。咱个姊妹，啥物事叫甘心乐意？伊说咱互相地个即个上帝啊，我互相地，然后我卖吵，头先，我互相地啊，互相地自由去行工，我互相地啊，我卖在。前一次人和上帝咧用啥互为官，所以出事，明白？如果和上帝咧同为官，嗱，查一官兵，真系就会听一个目目，一个博士讲，可以加一个文职，真正好啊！我爱心难的。如果咱系和上帝咧用啥，即和上帝啊，等于和上帝是上帝物件啦，唔是女嘅啦。等于和上帝啊，去插去管你干啥？你人之外，你都无和上帝，只要你人都属于你，你将管都认有咯。啊，你未肯做咩噶？等于和上帝啊，和住一只上帝物件，你都唔爱怕插啊。就算和咧上帝啊，喺你高等嘅牧师啦，你高等嘅头人啊，那乱乱去用啊，你咪盲插，因为你唔是你物件，你是上帝物件。要上帝来睡觉，唔是路去插，因为那是讲是上帝物件，路去插来讲，比如讲，变做路是上帝，你物件无是上帝。那就算你看到未过吧，你何事啦？你看到未过吧，你好 ，OK， 一生了的 ，OK， 那你别盲插。那是讲上帝讲得出话来，对不对啊？你讲那是讲啊，上帝要可以算掉，你讲啊，你吹啊，明白冇？上帝可以算掉你啊，点声可以刮多啲啊，点声可以刮多啲功课，可以即刮多啲功课学习，为生命嘅功课。你做咩？你管人嘢？因为这里是上帝，阿母敬拜我，阿母敬拜我。你跟咩好古？你就是喺你面前攰，因为上帝就嗰种。你跟咩好？你何了嘅样子啊？何嘅上帝超呢？喺你面前上以上帝啊！你何上帝家己管理，唔是你管理，即叫做心甘情愿，阿咩？阿咩？那是你何了嘅样子？你话惊嘛？吼？嘛？你话何了嘅样子？有变强嘛？吼？因为上帝无欠，你记啊，上帝无欠。话到你未记，你何处叫上帝点声？是一条路摊掉咪？借何？第一讲借何？所以你何上帝唔是看教会那样，你何上帝是要谈到上帝借何？那是你丢个心来何上帝点声？你就谈到借何？所以那是何自己，你那无心甘情愿的，反倒对，你何了都怕生，你蛮好。所以圣经所有奉献，唔能出现变局，乃是你甘心乐意，你爱何都何，你唔爱何免何。这是你家家上帝的关系，你何了这，即系你家上帝的关系。心灵恩著你感动，你的心灵壮丽无强健，是不是？所以阿姊话咧，明白咧，何以运节啥物事？唔是咱何上帝话伊哦，上帝唔是乞食，教会唔是老人家，教会唔是孤儿院，对不对？唔是咧何，伊就话伊啦。伊要看你安怎学，带了虾米款的态度来学，所以你看到啥物件，你要成功，听听，你要成功，你要记啥物件，成功唔是学偌济偌少，要谈到上帝祝福唔是学偌济偌少，你谈到上帝祝福是要看你用虾米心态去学，用虾米态度去学，学得上帝欢喜。嗱，我嚟講，我哋拍拍多嘅，拍，是唔是？大家咪拍多嘅嚇？
等拍拖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啥物件？你 boyfriend 好你的物件，搿个是心甘情愿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心内甜咯，对不对？你吹啥物件？哇，其他唔知几条街啊，行到几间店啊，你知道？看我看，我未使上房椅啊！伊个上房椅起来，就感觉个气嘛，是不是？是哦，伊要用这项物件来代表伊心，哎，好唔好？要唔单止买啦，物件是来等人上路只哦。哎，会金啊，金对水啊，对不对？对水龙，对水，对你老公，对我有淡暗示啊 ，I love you 啦，是不是？对不对？啊？You are my sweetie 啦，啊，那物件啦，你结局结局咪在乎你自己啦，是啦，是不是啊？唔单止你看命，嘿啊，你会画家画西啊 ，decorate 啦，是不是啊？会画 Mickey Mouse 啊，画艺术家物件啦，伊那艺术家教，艺术家在里面画，在里面啦，从这边吹掉，吹家这查某的心来，可以动到伊，可以甜起来咧，点子啊？好意思头啊嘛，好意思感动啊，对不对？这叫做爱，这叫做爱。但上帝好难为点子，是咱无可爱点子，未好爱点子。但是伊将伊读成听，最重要、最宝贵的，比牺牲家己更加幸福。后加我秒啦，那是为惊死啊，救我死啦，攞起神经，我惊我死。你上次，我上次都上啦。你未讲啊？听意思，我咪先嚟。陈你未听先，你听住啊。听佢未嚟先，但是我讲你都未听先，你上次咯。喂，听我听我，我就听我。所以我那是牺牲就喂听，比我牺牲我家己我先命咯。你看到上帝向我表达的爱。耶稣起十字架这件事，伊牺牲个条件，所以今晚我跟你讲一件物件，咱上帝去吃，对去，你话感觉这是何去吃物件？物件来问，物件来交代，上帝对去，你爱学对好，爱学对好，不再顾着莫输干。外面有人一家子，用，你买用那物件，忘记来交你，买用那件物件，你家己好，还得需要的人，因为交的，咱的上帝不是需要的人，咱好者王，好者神，好者咱的生命的救主，听咱的天父。我爱好好地好，这地方这角度对，那这就是帮好的来源。大家知嘛？你记，你好，我个心甘情愿，甘心乐意，你讲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感谢主啊！安徽人定丢帮好，都系第二来看啊，知嘛？头一个。那要咱谈到祝福，就是何上帝何事？第二个，咱要阿弥何人啊？圣经里面同样讲两项物件啦，这两项物件上帝也看重的啦，就是讲何伊跟何人，你爱心的人特别爱人。圣经讲的是未爱你看到的样子，那不要爱定定哦，未不要爱上帝，所以要做相反的咯。你若是讲对神好啊，上法就要对人好啊。你若对神好无对人好咧，你对神好是假的。如果你未表达到你爱，就系你上帝的位，因为上帝做嘅人都坏啊，所以咱咪加上物件嘛。我讲你恶老人，等你恶老人嘅，你都恶老死，你人你有恶老，你有恶老死，你看快叫人都讲未出嘴了。你话搞到这恶老上帝是钱来咩？如果看上帝创造的，但礼水的，但礼的好的，但礼本是充满了喜乐祝福的，大家知唔知？
就你祝福，你祝福上帝，了啥？你俄罗上帝，了啥？我甲讲，迄个敬拜，迄个俄罗斯是国家水，国家是人关注上帝心，因为你求人，唔免是敬力主的人。阿门啊！阿门。所以才简单，弟兄姊妹，你咪爱神，你当然咪爱人。你若是无爱着人，你无接到爱，你看未到的上帝。那圣经安尼讲，安怎何难安怎？后者安怎？罗家福音第六章十八节 ，Luke chapter six verse 38，罗家福音第六章第十八节。所以讲，咱个何难，都定得有何难，并且用执着啊，会简单啊，甚多古早卖米只，包米话简单啊，简单汤。切记，对不？就是简单，做你浪条路。啊，我那边比较少，我那边比较为啦，简单。执着的简单啦，连油带气，连灯胶会带老，多多比你老，你就坏来。因为你用哈密款的鸟气鸟人，也用哈密款的鸟气鸟好人。哇，人只卖不出个啥物鸟，这边讲上帝的祝福啊！阿能唱古调，都 baby 了，唔想一间单只啦，一间啦，多咯几多，今晚也就茶哟，少还多个咧嘛，尊尊无家无少好路啦，上条路唔成弯啦，上条路系在讲咩啊？用简单了，摸了，切意，切慢慢扎了咯，才慢无切路咧，而且我出人过来出人过，是不是？上条切意，唔单止切意了咋，带啦。气啊！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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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开始扎啦！唔单止咁啦，我继续剁啊，剁到佢老，佢磨嘅尖尖起来，你话点样啦？佢老，佢未停，真系点先？佢嚟剁呢啲坏嚟，哇！有知未？你看你耶稣啊，我同你讲，佢是世界最明白上帝心嘅，佢而家是世界最幸运嘅人，最好嘅老师啊！伊形容物件，物件是真正水的，你知道？伊甲你讲啊，上帝要祝福我，有，切意，气意，都还尖尖起来了，东西啊，还是老，然后再来倒进去，拜拜，拜拜，师傅，伊祝福大哦。那你要谈到这祝福咧，头前你特别注意，主要所讲的，伊讲你哪要何人？河南也叫有河南，那还是外，他把你记白些。哪边咯？河南，第一讲大梁，他把你记白讲大梁，那还是外，那教会就是大梁的教会，上帝教的，我看到人上帝教的，教会那个教会无轻贵，唔要无单纯的，满楼。什么事呢？因为咱是较会大咧。我甲你讲，你愈强愈无个啦，愈喵愈无个啦，愈喵愈无个，愈烧愈无个。反正我甲你讲，你祝福，我讲是叫轮胎个。你人家祝福都有需要的人个，你祝福，我讲上帝会安排，上帝改变你生命。我照这文字呢，我教个钱教你，呀，伊拉甚至教两声，收个一百千嘞，一钱呢，他妈收一百千。这他妈收个收个钱，怎么会教两百千呢？然后收个全几十千都无了，收个一百千嘞？伊讲哈，伊讲我收个一百千嘞，我惊不到千莫输嘞，人家无你何事咯？所以我收个一百千嘅东西呢，那是牧羊基金，不到老个千莫输嘅。我要考啊！你把那个木梳，你都上吊工，你把刀无你切木梳了，你还未无你切木梳哦！你都开始捡你个成功，但是无你切木梳了，去捡你单到三年切木梳的树，这个是无。我跟你讲，花钱啊，给来做施工啦，给来接活啦，有听？最近呢？最近呢？你那个惊？
无够的。这八千分来买买买，行来车，无是把你把把你买够的无够，你怎能做？无人爱出，无人爱出力。讲兄弟哦，讲甲袂唔相关的。你做你教我过，去行去好。然后每做出的，你无可能做得到的。和上帝来做关系生命，唔能去睡，要加加打拳，加加力。这是塑胶，这是发展上帝国的，要加加力。你要做无名，不要紧，加加力。你和上帝来锻炼，那是上帝之。养大的，短短几那礼拜，不得就赚钱。加上养猪呢？其实要卖卖了呢，一只鸡要卖卖，有诶吼，狗都卖卖，新诶狗都，阮差不多捡回捡啊，差不多了。一开始见面，哇，人家踏出信心的一步啊，会看到上帝做工呢。讲对啊，诶，来狗来咱狗会管，诶，狗会了唔是啊？伊何处话的？我讲狗会做物件，人家是我人家做诶。伊我那时咱狗会上面做滴无。做甲有诶，毋是有了来做，哪样子嘛？你袂紧张？对主诶信心，都要从你无开始，从你无开始。我从你二十块诶奉献就会知，奉献今日我甲讲就是四百块，但是毋是我诶钱，我四百块啦。是我何抽的十分之一啊！咁少咧，而我走大佬徛大啲，百蚊其他黃嘅嘛，對唔對？我只係百幾交嚟嘅，冇貪，我未用用，我特兜嚟，我借咗黃嘅，冇借咗黃嘅，徛到中日用嘅嘛。我驚黃嘅咪幫我平十分之一，我禮拜先冇就黃嘅咧。我唔是春日借，我係銀行是自攞嘅。来不及我老实说大家会听你说的高天你说的大家会听你说的我会听我会说我会说应该不会弄我不是有你应该不会弄我上帝讲的因为这样子没见我没见他使得罪我是上帝不使得罪我是上帝未使得罪，然后我经用信心出来挖苦上帝，何谓信心未退后的，乃是做假一步上帝，我经啊，所以人看我就好死啊，搞未啊？大家你睇出来做乱做乱嘢，人系奇怪啊，前程好啊，后面啊搞未来搞未读书啊，可能就好死啊。都在过来看呀，就我背这里啊，背这里噻，我没有背。看我好势哟，好意思呢？因为唔是我好势，乃是我系生命好势，我系生命好势，咁就我跨起来先好势。特别五年上帝做，无可挑战。阿弥，所以今晚好是信心，信心呢，是会看好。何善加何能？正如人讲俾人咗，你经何能嘅人生，你经见足何能嘅人生，上帝做。咁我讲换呢人啊，梗系换呢人，因为生命啊无无忧无虑啊，梗系换呢人系爽人啊，我当如换如海换，如换如见换，如换就掉眼嘅啦。刀无够，刀无够，你两只礼拜干嘛？刀无够，刀无够，哎，我说一次刀就好啦，我谂住一次刀啦，大家计估嘅啦，计估咗无刀啦，系先估咗四刀无刀啦，哎，我哋都估唔到，要半条手都未怪你，一人何出奇，一人何出奇咁声，一人头错，一人何出奇咁声，上帝改变人声啊，哦，几好啦，系咪？咱俾朋友讲先明仔。诗篇三十七篇第二十五节到十七节，同你何等嘅感想？圣经讲嘢哲学啊，唔是教育嘅，
交你子孙。阿门，阿门。那兄弟们，对上帝卖感谢，你爱你子孙好事个讲，对上帝卖感谢。阿门，安话，圣经讲啊，唔是话讲嘅，那话讲嘅咧，佢讲唔叫做经啊，啊圣经讲嘅咧，佢其实讲唔叫啦，佢即上帝话，阿门，安话。詩篇三十篇第十五節到十七節，三七一五九至十七節，先講我大的古早少年，到家當然我老了。OK， 即係做詩人講啊，古早少年到家老啊，當然我老了嘛，將來唔得看了異人啊，就點神啊，唔會睇到異人被棄嘅。也无看过伊后代脱门嘅，你异人嘅后代，伊仲喺旧嘅楼烧嘅楼，唔乜看过，系你异人，要放放弃，加看到异人嘅后代脱门，何必说咧？因为伊规日去问大人，规日笑何人？伊嘅后代也无学，哇！感谢即班小朋友同你啊，感謝各位對呀，我看到我感動，我是不感動，因為我感動，因為我希望我後代好嘛。所以人之外，我希望我後代好，你看聖經，聖經講什麼？你可以看個少年的老，你不可能就因為上帝愛人的人，幫助人的人，去憐憫人的人，去照顧人的人，伊會会学上帝来帮神，无唔白。然后伊捌看过即个异人的即个子孙的后代讨过伊，意思是讲物件都基督徒的子孙无钱讨过伊，所以真一济干了啊，差不多大波干了一百八十啦。我捌看过一千米数百人是做新主如何写，未做新主如何落去呢？伊无好势咧，并不是伊未好势，乃是阿未好势。阿咩哦？伊是阿未好势，伊不是未好势，伊是阿未好势。佮你有上帝话人啦，佮你上帝会点声啦，佮有其他侪物件要巧无啊？点声未够，时机未够。阿咩？你知咪？所以快啊，知咪？你咩咧？睇到出好，真简单，真简单。哦，安怎学善加学能，这就是成功的例子，这就是成功的哲学。阿弥陀，所以等于学唔一用丢的心态学善，加用丢的心态去学能的感想，大家知吗？上帝哲学领导，阿弥陀，感谢主啊！咱站起来，爸爸你今日是，咁你家己啦，系咱个病嚟，何时得何人嚟讲？爸爸你今日嚟，唔食蕉嚟，家己嚟蕉，嚟接受上帝